uncle 当然要用来这。好，这也是在原民仔社区。好，我刚刚跟你们讲过说那边有油桐花，那有一句歌词哈，有一个阿姨非常可爱，一共，我就是讲说哈，要一人一句，因为是集体创作嘛哈。那这是我们去拜访的第一个社区，阿姨要卖下跪去了，就是讲，参与的哈，50岁算年轻，好，那最高年龄有70岁的，所以。我感觉台语我写袂，迄个字我袂晓写，更何况是70岁的阿公阿妈，伊嘛袂晓写，啊，但是伊晓讲。阿公跟我有一样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台语人拢讲一寡生活用语，那个袂去美化它嘛，因为没有那个必要。还有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已经长久以来失去了那个机会，所以我们也变成没有那个能力。才会来讲啥吼？我讲的这些话是有点。你不要觉得是绿哦，这是事实。我在说的是事实。啊，我们常讲语文嘛，所以先有语还是先有文？当然先有语嘛。那你当你语没有了50年，你会有文吗？当然没有嘛，就变文盲。在这个语言的部分，我们是文盲。所以，我们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，哇，我买用这。其实我都不爱插的两样。好，那去到遐的时候，拄啊好有一个新住民，不是外籍新娘哦，是住伫市内的人，感觉遐足赞的，去遐买一块地。所以咱拄有讲有迄、那个，伊甲我讲会当看足水的夜景的所在，佮有一个伊遐叫做赏樱台，不是樱花的樱，是老鹰的鹰。好，伊拢徛伫遐看老鹰飞。啊，遐看夜景，当看到市内足水，爱当看迄个黄昏日落。好，但是那一块被买走了，像被一样在。高一。你卖恭维啦。高一了。进来给他恭维一下，高一就是那个写相片看的专门店，他买了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。所以他们那个观景台哈，伊本来是社区营造去请来一个起一个迄个观景台，是干那迄个条啊、楼梯爬起，啊顶光一个平台安尼。啊，伊爬起来怎啊？社区会甲伊参详讲，遮吼是公有的嘛，好，我妈妈会甲伊听。啊，但是你敢会使允许，就是维持他可以上去看风景？他同意。但是他有给他用玻璃给他那个下面本来汤汤嘛，他给他围做一间那个小房子这样子，那你一样可以爬上去观景这样。啊，那我们去他就很热心，就给我们进去那个喝咖啡的地方，泡茶喝咖啡的地方。啊，一日没时他很好，他就说要请我们在那泡茶。啊，那我就出了一个手足，就说等一下要下几股出来，我们要造句哈。其实不要把想歌词想得那么难，我们没有要当周杰伦。如果你只是说心情的抒发，其实任何文字要当歌词都可以。我就说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要造句就好了。好，造句，就开始造句。好，所以呢，学员造句第一句就是，因为我改讲爱造句，再当领点，所以说手香茶杯，鼻茶香。茶水一熬，嘴未干。这是另外一个人哦，就是一人一句。好，清风吹来透心凉，放下俗事当轻松。有押韵对不对？厉害吧？那都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写的。好，再来有一个阿姨很可爱，她就剪了，不是剪油桐花，还是我们有介绍说油桐花，就说，买一蕊油桐花，唔知要送啥人安尼啊？然后就有人介绍我送恁翁啊，好，买一蕊油桐花，等下送阮翁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歌词是这样形成的。后来我把这个旋律写好了之后，我忘了是谁跟我讲说，兄弟啊，
三十秒就签了，心底啦，心底边啦。好，所以我有帮他加了第二段。阮家是砖卡小所在，无拘无束，无挂碍。我觉得无拘无束，那国翻台了，如果翻得不好的话，请多多原谅哈。就是无拘无束，无挂碍。身体可惜在我们的世界，主笔可以自己来安排，就是说经济不景气嘛，找不到工作，好，工作不如意，好，找不到生不怕这样，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的当下，你怎么去面对你自己的当下。那尤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过说，我因为做这个社区之歌，所以让我很贴切的去感受到老年化的社会啊，所以我写了这样子的东西。好，那所以这条嘛是爱英这位请的一九，先听一次就会一半的，真的。尤其如果你有习惯说或听台语的话，好，谢谢。一九。青春。
说你的那个刮板灰，好，这三个，好，有机会的话再跟你们分享。这有在做社区营造，然后如果有人问你，咖喱对和尚，麦加村阿里山，你讲会出来无？其实我迄阵还没做社区个时，我真正讲不出来，我真正讲不出来。那但是这一次的经验，我就觉得我可以带你去看480岁的三公、七阿公，好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三阿公，我可以带你去走本来是铁道，可是变成散步的骑脚踏车的地方。那我可以带你去看漂亮的落日，可以带你去看石雕公园，我可以带你去看壁画。谢谢。谢谢各位，来坐哦，来吃那个烧条。啊，下礼拜三迄、那个，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去台中去一两年的迄个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赖伟杰，今麦终身回来，较早有请去绿色和绿色什么和平组织哦。在专门在冲动的那种，我想讲伊可能会错起来，啊，来搁转来，所以特别邀请伊来分享一下，去代表看到这两年的环保运动，啊，然后搁倒转来台湾。台湾也有 Greenpeace 啊。有啊有啊有啊。有啊